今天要教你如何使用 WiFi 更新 Zumo 396。我们开始吧。首先在 Zumo 396主画面选择设定，找到 WiFi 并选择它，启用 WiFi 连线，选择搜寻网路，找到你要连接的网路，输入密码后再选择完成。记得连接标配的 USB 传输线进行充电，以便安装地图和软体。如果使用电脑充电，请让机台保持在正常充电模式下。回到主画面选择设定，再选择更新。如果你的地图或软体还未更新至最新版，选择安装全部，选择开始，你的设备就会进行更新。想知道更多关于 Zumo 396的知识，可以参考其他同系列的影片。谢谢。